大家好，我是超 Z。 在上一期做了卡特琳娜的抢先介绍影片，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，我会把影片的连接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点去回看卡特琳娜的抢先介绍。那么这期决定做戴安娜的抢先介绍，因为上一期看到有人留言想看戴安娜，所以大家还想看哪位新英雄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样抢先英雄介绍的话，那就记得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三连吧。那么我们直接从戴安娜的技能开始说明。被动技能银月之刃，每三下普攻可于范围内造成额外魔法伤害，然后对建筑造成 50% 的伤害。那么戴安娜的第三下普攻会带有额外的魔法伤害，在清理兵线或者刷野方面都很好用，所以根据英雄联盟的传统，手游的戴安娜依然可以选择中路或者是打野路线。而在推塔的方面，被动的伤害对防御塔减去了一半的伤害，但由于手游中的防御塔都比较脆，所以设计组进行这样的调整还算合理。之后是一技能月牙冲击，释放弧形的冲击波造成魔法伤害，并对目标附加月光精华的效果，效果持续3秒。那么一技能是线上主要消耗技能，用处可以是快速清理兵线和消耗敌人的血量，因为这个技能的施法距离比较长，而且技能的冷却时间也比较短，所以前期可以多利用一技能去消耗敌人的血量。接着一技能会对敌人附加月光精华的效果，这个月光精华的效果主要是和三技能搭配使用，所以这个部分就留到介绍三技能的时候进行说明。接着是二技能苍白月瀑，召唤出三颗星体环绕自身运行5秒，触敌时会爆炸，还有每颗都会造成魔法伤害，同时又给予自身一个可吸收伤害的护盾，如果第三颗星体爆炸的话，护盾可吸收额外的伤害。那么二技能是输出及自保兼备的技能，在对拼的时候可以用护盾来抵挡伤害，然后贴身的三颗星体也有不低的伤害，不管是自保还是用来攻击都是非常实用的。还有这个技能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打野使用，因为这个技能有双重的护盾和伤害，让戴安娜刷野的时候不会扣掉太多的血量，所以二技能的护盾对于伤害吸收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然后是三技能朔月幻步，笔直冲向一名敌人造成魔法伤害，并吸取范围内所有敌人的月光精华。接下来戴安娜的三次普攻会在4秒内获得一定的攻速，如果成功从敌人身上吸取月光精华，朔月幻步的冷却时间将减少至 0.5 秒。那么三技能是单体突进技能，但是会对小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，如果三技能突进到有被月光精华标记的敌人，可以让三技能的冷却时间直接降低到 0.5 秒，就等于戴安娜有这两段的位移技能，而且三技能同时会增加高额的攻速，所以这个技能提升了戴安娜持续输出的能力。最后大招是月陨，安住大招会召唤出月亮，在逐渐扩大的范围内对敌人施加 20% 的缓速效果，并附加月光精华，然后释放大招会使月亮向下陨落，接着以引力将敌人朝戴安娜的方向吸进，造成由低到高的魔法伤害，伤害的高低取决于咏唱的时间。那么大招是范围型的控制技能，使周围的敌人强行位移到戴安娜的身边，这个大招的范围和伤害是根据咏唱的长短来决定，简单说明就是按得越久伤害和范围就越大，可是戴安娜大招咏唱的期间是会受到伤害的，戴安娜并不会进入无敌的状态，所以会建议购买中药来自保，以免咏唱大招的时候被敌人激活秒掉。那么以上就是戴安娜的技能说明，其实我只是简单概括了技能的用处，戴安娜的技能里还有很多细节和技巧，可能之后会单独做戴安娜的教学吧。那么我个人对戴安娜的评价是 7.5 分，优点我认为是持续输出能力极强，戴安娜可以通过三技能提供的高额攻速不停的普攻来触发被动，并且对敌人造成高额的魔法伤害，而且戴安娜的爆发能力也不比其他的法师弱，所以和其他近战的法师相比的话，持续输出是戴安娜最大的优势。然后弱点我认为是没有逃生技能，因为戴安娜除了一技能以外全是近身类型的技能，而且对于法师英雄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同时近战法师英雄有再高的伤害，在没有中药的情况下还是很难发挥，因此认为戴安娜在这方面比较吃亏。但是以上都是我个人试完后的感想，具体的能力表现还是等到出场后才能评估，所以我的想法若和你不同的话，那都以你为准。那么本期就是戴安娜抢先介绍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解说类型的影片，如果大家对戴安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来问我，我会尽可能回答大家对戴安娜的疑问。如果大家真的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麻烦多多分享、留言和点赞，帮忙我的影片增加播放量和互动率，所以麻烦看到最后的你们了，谢谢。
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吧，拜拜。